你吃啥，宝宝？我啥都行。吃那个行吗？行。这个呢？也行，都行，你听你。拿走这个，宝贝，不好吃的。好吃你吃吧。尝一尝。不是，那里面还有，我吃那个呗。你就吃这个。嗯，不错，挺好吃的。你说啥意思啊？不是，那顶上有口红，我觉得吧，吃完了对身体不好。是吗？啊，是啊。没尝我这个，这也挺好喝。嗯，我那也有，我觉得我喝我的就行了。你就喝的。这个，给你。我他妈用纸。不是，我不说嘛，口红。别生气呀、啊，宝宝。哎呀，别生气呀、啊。口红对身体不好，是不是？嗯，那肯定的。你们亲嘴说怎么不说对身体不好？你怎么不擦呢？不是，那亲嘴说跟这都不一样。行了，你先亲一个。现在，这是这老病人不好、啊。快点儿。行，走吧。走吧。